荞麦小面，这个面饼是用荞麦粉跟全麦粉做的，没有添加小麦粉，是零脂肪的。我这一碗就是一桶的量。这个面挺筋道的，我这个都泡将近半拉小时了，它也没糟。汤就不喝了，来这一碗啊，这一碗量真的挺大的，你看这满满登登的一碗。这个辣油包都是单独放的，不能吃辣的就少放。挺够味儿啊。